依家咧就係我哋做嗰個架飛船嘅模型啦，有兩部分啦，一個就係架機翼啦，一個就係架船體啦。咁到時咧，架翼咧就會擺喺上邊，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喺嗰個 RAM 嗰度推佢。咁其實可以係做攞 hang gliding 嗰個做 hang gliding exercise， 即係攞嗰個嚟做一個 inspiration。嗯，我會建議咧，因為既然呢個都唔要噶啦，之後。這一度咧可以整翻高少少 ，OK， 係呢個整翻高少少，所以你哋要做好多 testing 嘅呢樣嘢，嗯，make sure 個 angle 係啱嘅，嗯，唔係個圈都唔緊要㗎，你塊布嗰個圈嗰度只要你係有鋼圈，即係你個布嗰度咧神就釘咗個鋼圈先落嚟穿窿咧，咁其實你啲線啊或者啲棍扯住嘅時候都只不過係同個鋼圈去摩擦，唔係同塊布去摩擦。Hello， 咁多位，我是澳门区的酷魔，今次飞行员豪啲，咁咧 ，Joe， 今次咧，我对呢只飞机咧就完全有信心啦，交晒俾你啦，我对我自己嘅信心就麻麻，因为咧我到时我系要企上去飞噶嘛，咁你觉得我事前有冇啲咩准备咧？有冇话要拉几多下单杠啊、节食啊、减磅啊咁样？咁其实主要你要练习嘅咧，就系、是、因为到落水临落水前嗰下咧。你係需要，你會係企喺呢一個主體入面嘅其中一個structure 咁樣嘅。咁其實咧係臨落水嗰下，你要練點樣去，你點樣搞啱嗰個timing 個時間，去kick off， 即係去硬開個 structure， 咁從而令到你自己咧就可以有少少嘅 lift。同埋momentum， 等你可以去飛得遠啲。Hello， 大家好，我是澳門通用航空暨飛行協會的會長 Clovis。我哋飛行會的宗旨咧，就係向本澳嘅青少年推廣呢個通用航空嘅知識，同埋帶領佢哋學習飛行。啊，今次喺香港，我哋好榮幸澳門有首隊嚟參加呢個 Red Bull 嘅飛行賽事。我哋飛行會特登嚟支持佢哋，俾意見佢哋，等佢哋今次可以攞到一個好成績。为澳门增光。嗨，大家好，我是 Tina， 澳威制作的负责人。我们是一间建基于澳门接近十年的 event house， 我们平时做创意的时候都需要客户提供空间去支持我们才可以实现的。而今次 Momentum Buffer 呢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受邀的澳门队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绝对需要支持，因为所有的创意都需要透过尝试才有可能实现的。加油 Momentum Buffer！